哦，十八岁，没有读书了就学这东西了，哦，就是爱好这个东西。哎，卡吧。哦，卡吧。哎，他这个泥可以把它炒上来，他不像有的那个，我看有的外国人嘛，他就把那个把子就叫转转在那个高头，他不叫卡吧。这问题出在哪儿啊？这布没歪了。哦，就我刚才盘的不圆。哎，歪了就不圆了。他这个机下，这个没有摆正的。在我们那是个一个男孩，你没有手艺你是不行的了，讲究手艺嘛。我在我们这种手艺这种说法就是三分做七分打，打了他这个沙子就紧。今年72岁了，30岁来的，你也到了，也到了夕阳了。不要打破。哎，对呀，儿子刚刚生的这个小孙女，哈哈哈哈。那个时候是我盘的，纯手工哎，五大洲人都来了。北美、南美啊，什么澳大利亚、澳洲啊，什么欧洲啊，亚洲别讲了，他们说还认真呢。